哎呀，你这么晚了，怎么还过来呀？袁阿姨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看你为了我忙活一整天，我都还来不及谢谢你呢。哎呦，哎呀，别那么客气。你看，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呀？曼曼，你对那个宋先生还挺满意的吧？袁阿姨，那个宋先生刚才有没有留下什么口信啊？他有没有说要再约见面？曼曼，这婚姻不是儿戏，这一辈子的事情，可不能太将就了。再说了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什么样好的人找不着啊？以后阿姨再给你介绍。哎，别啊，袁阿姨，那个宋先生，他到底怎么说我的？他说他觉得配不上你呀。怎么会呢？要不这样吧。袁阿姨，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或许我跟她可以再了解了解。你要宋丽的电话呀？是啊。哎呀，我没有啊。其实我跟她也不太熟悉，是我们原来单位的老姐妹。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外的一个……不是袁阿姨，我拜托你再帮我联系看看，我一定要找到她的联系方式。我拜托你了，我真的拜托你了，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 拜托了，饭食一定要帮我找到他的联系方式。还真不怕，还送饿了，快回来吧，快回来吧！你下来说，锅子不是已经把粥给煮好了吗？还是你来了，我不知道在哪儿啊！别，我看一下，你放哪做好了？就帮我问一下嘛。袁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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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到哪儿去找他？怎么可能就这样不见了？